各位善知识，妙法莲华经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上次讲到重诵的诵初翻搭的文字当中啊，追诵第六追诵第四刀杖难，就是祸遭亡难苦，临行欲受中，念彼观音力，道寻断断坏。上次是讲到这里，这个道寻断断坏这一类的实际的这个正念感应有很多，我现在再说一个。就是在我们中国历史的南北朝时代，刘宋南朝的刘宋，刘宋时代有一个出家人呢，名字叫做慧活，智慧的慧，和和的活。他没出家之前是一位阿兵哥，当兵的，他在部队里面，以现代化来说，他是做特务的，就是专打探对方敌人的消息，因此啊，这个危险性是很高。那么，因为那个时候是南北对峙啊，就在打探的时候啊，被抓了，抓到这个间谍了，那么被抓去啊，当然就关起来，也披枷带锁了，经过审问事实之后就要斩了，要杀头，而他在家的时候就是笃信观世音菩萨，专念普门品啊。到了那个时候只有一条路啊，其他没有路，所以他在监狱里面一天到晚就是专持念观音经，就是现在的普门品，等到时间到了要斩的时候啊，这个敌人的刀往他的脖子挥下去斩他，刀还没有到他的脖子啊就断掉了。那么第一把刀断了，换了一把刀来，第二把刀斩下去也断了，连三次都断了。这个对方敌人看这种情况啊，他害怕了，他没有见过这种人，脖子比铁还要硬啊，斩不到，而且刀会自然断，断得很离奇，因此就问他，你在做什么功夫啊？他说我没有。那没有，为什么你的脖子有这么大的力量啊？他说我只念观音经。哦，观音经那么好啊，叫他背念一遍，听过之后啊，就放他走了。那么放他走了，当然就是留到一条命啊，那么从此之后他这个命捡到了，就跑去出家了，出家的法名啊就叫做慧活，后来成为一个老修行啊，虽然没有成为一代祖师，但他的修行功夫是在当时闻名的，这是刀寻断断坏，上次没有说这个故事，现在加以补充。这个故事出在法院朱林，现在接下去看这经文，科判的第七追诵第六枷锁难。前面长文枷锁难是在第六，现在重诵里面排在第七，追前所说的后，然后才诵，所以叫做追诵。寄诵说，或囚禁枷锁，手足臂被扭卸，念彼观音力，释然的解脱。这是前面长文有的了。如果被这个抓去披枷带锁，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手镣、脚铐
都被锁起来，检系其身。那么如果能够专念观世音菩萨，自然这个枷锁啊都会脱离的。这一类的事实证明啊，在感应记里面有很多的记载。这个也是刘宋时代啊，有一个姓韩的，韩国的韩呢、姓韩的名字叫做辉，辉啊是那个安徽那个辉，安徽省的那个辉字，姓韩名辉。这个人呢，他在当时是做官的，很有地位，但是因为当时南北对峙啊，也在战争中被对方抓去了，抓去就在监狱里面披枷带锁了。那么韩辉这个人，他平常也是受持普门品的，所以碰到这种情况，他无论是白天晚上昼夜读诵不断，一直读诵普门品念了好几百遍了，那么有一天在白天的时候啊，他正在念普门品，突然之间呢、脚的这个脚铐啊，锁住的那个脚铐突然之间发出一种好像爆炸的声音，很响，这个裂开那种情况。那么他一害怕，一看看自己的脚啊，那个枷锁已经开了，那么离开他的脚，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那个脚的这个戒锁啊，还是锁住的，还是锁住，没有打开，锁没有打开，锁住，但是已经脱离他的脚很远了，离开一个地方，那么他看到这种情形，知道这是菩萨的感应了，但是当时他也不敢走啊，因为在监牢里面也走不掉，那么因此就告诉这个看监狱的人呢、那么看监的人一看这种情形也觉得很奇怪了，但是他有责任呢、不能就这样放掉，他又把他把这个锁打开啊，重新再把它加上，再锁上，他继续再念经啊，再过一天的时候照样又开了，那么第二次又开了，那么第二次情况也是一样，开的时候声音很响，那么打开之后啊，他觉得这个很奇怪啦，那么这个守监的人看到这种情况啊，也被那个声音啊、这个吓了一跳啊，看到这种情况就告诉这个掌监的官呐、把这个实际情况跟他说，那么然后他来看这种实际情形，同时也问问他，那么结果他并没有什么罪过呀，而且是个学佛的人，因此就放他了，那么写这个感应记的人呢、在他写的时候，他至今尚在勤业署志，最后有这两句话，他写这一篇感应记的时候，这个人还在，他努力精进，修持的功夫更精进，虽然是在家了，他非常的用功精进，那么就是有经过这么一次感应之后啊，他更精进了，那么这个感应记是出在明祥记，法院朱林也抄进去，当然法院朱林的作者是唐朝的道士法师，不可能在这个法院朱林的作者那个时候还在吧，如果真的还在的话，那年龄就必定很高了，他这个到了他写感应记的时候还在，不过这个感应记是出在明祥记的，著作明祥记的人比这个法院朱林要早得多了，所以写那个感应记的写明祥记的人呢、说这个人当时他还在，而且还见到，所以这个感应是千真万确。那么这类的感应很多啊，比较
特殊的，唐朝有个姓董的，董雄啊，有些感应记也有记载，这个董雄是个在唐朝做大官的，因为在贞观年间以后啊，唐朝发生一件这个李仙童作乱的事情，李仙童啊，那李仙童之乱呢、啊，这个董雄也被连累了，也被连累，同时一些做官的有十几个人，通通都下监狱了，通通都披枷带锁了。当时有一个李敬玄，那么还有一位王兴，这两个人都是同样做官的，都被连累，都关在这个监牢里面，那么这个董雄是学佛的，所以他就是把心静下来专念普门品，在监牢里面呢念了三千几遍，念直念普门品念了三千几遍，那么因为念得很累了，有一天半夜啊，大家都在监牢里面都披枷带锁的睡着了，这个董雄正在好睡的时候啊，那个李敬元呢、啊，也叫做李敬玄，这个李敬元他似睡非睡，没有完全睡，突然之间醒来的时候，看到有一个两只百合，鸟啊，百合飞进监牢里面来，而有一只啊就飞进他那个董雄的地方，在上边。过了一会儿啊，这个百合跳下来了，跳下在这个董雄的脚边，跳下在董雄脚边的时候啊，这个李敬元看到突然之间这个百合变成一个白衣人，全身穿白衣服的很美的这个女性，他觉得很奇怪啊，这个监牢里面怎么会有这种人呢？他正在用心看的时候不见了，不见了，发了一声很响的声音啊，那么往前一看呢，董雄的枷锁整个都掉了，还连这个脖子的枷也掉了，掉下来最奇怪的，这种情况最奇怪的就是他这个无论是枷是锁还是原样，没有打开，尤其这个脖子上的那个木板呢、啊，那个枷脱下来还是挂住，这个最奇，那么当时他看到这种情况啊，一会儿这个董雄也睡醒了，发现自己身体已经好完全恢复自由了，那么这个李敬元就问他，你有什么梦吗？他说没有，我也不知道，他就把这个经过情况跟他说了，那么他继续再念，那么不久之后啊，还有个王兴也在念菩萨，他是专念观世音菩萨，也念八大菩萨，就是药师经里面的八大菩萨也开了，那么结果他们都开了，看见的人呢就把这个事情报上去，后来细细调查，他们都没有什么过错，都放出去了，都得解脱。这个李金元这个人会看到这种情况的特殊情况啊，这个人不信佛，他在家里他的太太拜佛，读诵普门品，他还骂他太太，你怎么被福神所迷呀、他把这个佛看作福神嘛，你怎么被福神所迷呀、不高兴，虽然不高兴啊，但是他并没有什么不好的表现啊、那么当时看到这个实际董雄的情况啊，他五体投地了，才知道佛是大圣人啊、那么这不是福神啊，从此他那一次无意中得到这种别人的感应，而他得到解脱，他的枷锁没有脱啊、因为有这个董雄跟王兴两个人的感应呢、因此把这个十几个人连累的整个都放出来了，那么李敬元也得到他的恩书啊，也放出来了，所以从此之后啊，他对于佛法自己的信心了，再也不敢说是福神了，那么像这一类的这个枷锁脱离的这种情况啊，在古代的这个感应记里面是很多的，刚才讲的这些感应呢、啊、都记载在这个法院注灵
啊。那么法院注林第二十七卷的感应那一段啊，有关于这个观世音菩萨的感应故事啊，有大概有七八种之多啊。那么我只剩现在只是说出有关这个加首难的这几种啊，给诸位做参考。那么还有这个高僧传里面也有很多这类故事的，唐朝道玄律师所著的高僧传里面有一位叫做道吉的出家人，师道吉，他原来是住在这个寿阳山，那么被贼子土匪啊，被土匪抓了，抓到之后啊，就把他绑在寿上，把他的全身的东西呀、金宝啊都抢光了，那么人把他绑在寿上啊，这个土匪就跑掉了。那么他没有人替他解开啊，他只有死路一条啊，饿也要饿死啊。那好的，他平常是那个时候他平常是都是念观世音菩萨，也读诵普门品，所以他被绑在树上啊，知道这个生命危险了，拼老命的念观世音菩萨，读诵普门品，那么等到这个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那个绑他的绳子自然断了，也得到解脱了。从此之后啊，他更是努力精进修行，在这个高僧传第二集，就是道玄律师所编的高僧传里面有记载，有道吉法师这个人。那么这是有关披迦戴所如果持念观世音菩萨得到释然得解脱的这个事实啊。那么关于里面含的意义啊啊，那么在前面长文里面已经讲过，就不必再讲了，就是灌说了啊，用做灌的方式灌这个枷锁啊。那么做灌这个枷锁，就是我们平常的这个恩爱锁了啊。那么这些在前面讲过，就不必再讲，不要重复啊。第八，加送助足毒药难，这个叫做加送啊。前面长文没有，这是补送，在这里重送里补上去增加的，所以叫做加送，那么十二个这个初番送里面，这是第八。经文，诸足诸毒妖，所欲害身者，念彼观音力，还着于本人，这些送。华严经善财童子所参的观世音菩萨他自己说的颂里面也有前面的遭亡难苦跟这个枷锁难两种合并为一颂，他原来的颂是或遭牢狱所禁系扭血朽指欲冤家，若能至心称我名，一切诸苦皆消灭，这是四十华严观世音菩萨自己说对这个善财说的颂。那么对这个诸足诸毒药这个颂啊也有他那个颂文是这样的，或遭鬼魅诸毒害，身心狂乱无所知，若能自心称我名，彼皆消灭无诸犯，不过他这里没有还着于本人，咒念恶咒念恶咒可以咒死人要你活就活，要你死就死，有这么厉害的咒我从前看过一部西藏的这个关于西藏修密的那一种的书有一位修密的密行者，他为了要报仇因为他的家人呢、都被人杀害了那么因此他要报这个杀害他的亲人的那个仇人呢他就去学这个持咒，学那个恶咒学那个咒是很辛苦的，才闭关，他那个闭关呢只是一个泥土去做的那个房子只有一个洞可以进去之后就不准出来了那么只有个小洞可以通空气
在里面呢、啊、学习这个持咒，啊、时间最长的120天，最少的749天。那么这个修密咒要抱怨的这个人呢、啊，他在里面为了要报这个报仇啊，拼老命的学，啊、那么老师这个修密的这个喇嘛叫他，叫他怎么样念哦，他就好好的学。那么经过这个规定的时间，在官房里面下完功夫之后啊，到最后他这个咒学成了，那么也可以达成他的本愿了。这个时候他一持咒的时候啊，有30多位的穿上这个战甲的很高很大的金刚神出现，现在他的面前，说你要我来做什么呀？哦，他看这些人来在神现前呢，他知道他的目的达到了，要抱怨的机会来了，就把这个事实情况跟这个金刚神说，我的家人什么什么遭到对方某某人，他把我杀害，现在他们伤害我的家人的人一共有31个，这31个我都要他的心肝，啊，我爱也心，你只把他的心脏拿给我看就好了，啊，哎，他这一说，真的，他咒一念呢、啊，这个神就不见了。过了几分钟啊，这些铁甲神呢、啊，每一个人都拿了一个心，啊，血淋淋的心啊，31个心拿来给他看，啊。给他看，我都拿到了啊，达成你的目的了，都拿到了，嚯、哦，可怕！后来一查呢，就是他念咒这个神把心拿到他的面前的那个时间的同时啊，就是他那个冤家啊正在做办喜事，大家都在吃喜事、喝酒、吃饭的时候，突然之间31个人晕倒了。晕倒倒在地面地下，通通都心流血了，流血啊、看人是好好的，突然之间都流血死了，后来就变成血孔流血死掉了。那么这就是他念恶咒啊，很严重，要人死就要人死，有这种情况啊、现在比较没有听说了，这种恶咒我看是不会传得太久的，真的继续传下去的话真是不得了了啊、那么所以这个咒走诸毒妖，这个念恶咒伤害人呐、啊，虽然不至于严重生命危险，要伤害人的是有可能。我在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也经常听到这类故事，现在比较少了啊、比较没有听到。那么从前我还在10多岁的时候啊，有听过好几次这种情况，在台湾也有这种人。不过不会伤害人的生命，啊，都使对方啊变成狂乱，狂乱的那种毛病。那么据说，深山里面住的人有这么很厉害的咒，啊，比如说他的水果园，假如有人去偷，要摘他的水果的话，手伸上去要摘呀、啊，正好伸在那个地方，水果没摘下来，手就不会动了。就站在哪里不会动啊，不会动，等到主人来了就抓到了啊，有这么厉害的。不过这个我是听说，那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听说的，那么是不是有这个事实，后来是没有听过，不得而知啊。这就是咒走的那个欧柱啊，很厉害。毒药这个不用说了，毒药大家都知道了啊，如果用毒药伤害人，这个因为是毒吗，你是个肉体的身体啊，当然是不会被毒害的。所欲害身者，凡是有欲是对方的期望，要伤害这个人，要伤害你的身份，身体。那么如果会被遭到伤害的人，能念观世音菩萨，念彼观音力，如果是咒或者是毒药翻过来呀、啊。要伤害到他的本人，凡着以本人这一句话，有人看起来觉得不大了解，不要说是后人呐、啊，宋朝的苏东坡呀，
他学佛呀。苏东坡他看普门品这一句话呀，他就觉得不大妥当，他就说还着于本人，菩萨大慈大悲啊，大慈大悲怎么可以就是救了这个人伤害了对方嘛，伤害了这个念阿咒的人，好像是慈悲不够啊，那么意思还着于本人不大好吧，那么意思苏东坡就把他改，他改怎么写呢？两家俱没事，两边都没事，念比观音力，两家俱没事。你念观世音菩萨，两边都没有事啊，就是被害的人也不会被伤害，要伤害的人也不会还着于本人，两家都没事，这样不是很慈悲吗？很好吗？可是藕益大师，明朝末的藕益大师啊，他就这个华经会议里面解到这里啊，他就说苏东坡呀，他过度的慈悲，他不了解佛法里面有折服摄受两门的度众生的方法，该慈悲摄受的用慈悲摄受他，该以为的降服的要折服他的就该要折服他，凡着于本人呢，一方面表现折服的用意使他降服，一方面呢是自然现象，你要用恶处伤害对方，伤害不到对方就要伤害到自己啊，害人终害己嘛，这个很显明的事实啊。那么这有事实证明的，我们佛经里面有一部经叫做比喻经，旧杂比喻经里面呢它就有这种的故事记载啊，经名就叫做比喻经啊，比喻经里面呢有这一则故事啊，有一个种田的人，在印度啊有个种田的人啊，他平常是供养后边山上有一个婆罗门的修行的人，婆罗门教徒，这婆罗门教徒啊他是也会持咒的，当然也有善咒欧咒啊，那么平常是都供养他，后来这个种田的种田的人呢、啊、年纪大了，老了记忆力就差了，有一天这个他所供养的婆罗门呢、啊、下山来问这个种田的人呢、啊、他说我口渴，我山上没水，你给我水吧，这个种田人答应了，但是因为他健忘啊，在前面答应了这个他所供养的婆罗门之后啊，他从后边呢、啊、他忘掉，又跑到山上去工作了，跑到山上工作，这个婆罗门在前面等了很久，没有看见人，也没有给他水，那么后来也找人也找不到，他一气之下呀，他回到他自己的山上住的地方啊，我说你这样子啊，对不起我，我要你水也不是什么东西，你没有给我水，我今天要你死，因此晚上那个婆罗门呢就用这个起尸鬼。我们这边是没有这种情况，他那边那个古代的起尸鬼也是很严重的。什么叫做起尸鬼呀？印度有野状，懂不懂啊？人死掉丢在这个森林里面啊，就林状啊，没有人的地方，是山林里面，把这个死尸丢在这个森林里面啊，刚死的人丢在这个山林里面呢、啊、所谓寒林啊，他这个念起尸鬼咒的人呢、啊、专利用这个刚死的人，刚刚死掉身体还好啊，只是死掉而已身体还好，丢在这个森林里，他就念咒把这个刚死掉的死尸找来啊，那么他就拿一把刀给他，这个死尸那个时候会走路的啊，都会跟活人一样会走动啊，只是他有一种特殊情况啊，他走起来跟人不一样的情况，就是他的眼睛直视，眼睛是不会动，直视，还有一种他的全身呢、啊、僵硬的，他转弯都是僵硬的，全身都是僵硬，那个脚也是僵硬的，直直的走啊，他不会这样提起来的啊，但是他会走动。那么来到这个婆罗门念起尸咒的人的面前呢，他就跟他说山底下的某某人
啊，他对不起我，我要杀他，我这个刀子给你，你把他杀掉。啊，那么这个替死鬼拿到刀啊，就往这个种田家去啊，啊，要半夜要杀他。但这个种田人平常是信佛的，他是皈依三宝的，持五戒的，啊，他不但是供养这个婆罗门呢、啊，帮助他呀，只是帮助他的这个生活，也不是说是皈依他的，因为他本来是学佛的。另外，他又供养一位阿罗汉，比丘啊，证阿罗汉果的。那么这个阿罗汉呢、啊，那一天知道这个婆罗门要用替死鬼来害他。那天傍晚的时候啊，这个阿罗汉就到他的士族，就是这个种田人家里来。他说：“你早上不小心啊，答应了人家的工，这个水啊，你没给人，那么你今天呢、啊，晚上也特别小心。那我要怎么做啊？”他没有跟他说是什么事，他说：“你今天晚上天一黑开始哈，你要好好的念三字规，啊，归佛、归法、归僧，念三字规，还呀、啊。”还有要念这个所持的戒，念戒，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尤其念佛的心不能断，你不能停止念佛，你今天晚上要念到天亮，不要停，同时你心里要发慈悲心，怜悯一切众生苦恼，发慈悲心，你发慈悲心，念三字规，念佛，还念戒。好好的，用心去修持，要等到天亮才会停止哦，晚上不能睡觉。这个替死鬼他是这样的，假如你叫他去杀某人呐、啊，他必定会来。来到这个地方，可是因为他持戒、念三规，有这个护戒神在前面护住他呀，这个鬼见不到要杀的人，找不到。一直找到天快亮了找不到啊，这个鬼就会生气呀、啊、其实鬼会生气呀、啊、你叫我杀我找不到人呢、啊、那回头他就杀这个叫他杀的人，那他就回到山上去，回到山上去杀那个婆罗门，这就是所谓翻桌一本人，翻桌一本人，因为你叫他杀，他这个刀不杀下去他不会停下来的啊，这个其实鬼的刀手里拿的刀不杀下去他不会停下来，杀下去之后他自然就会倒下来就停了，就是真正死人，那是鬼的利用那个死尸，那么以这个故事来说明这个梵卓一本人是当时印度婆罗门那一种的起尸咒的欧柱的事实，这自然要梵卓一本人的啊，并不是说菩萨呀要伤害这个念欧柱的人啊，因为他自己造了罪业，自然要感报啊，这是定业也不能移呀 啊，并不是菩萨不慈悲啊。如果你明白这个故事的话，那么这个梵卓一本人是很实在的事情，并没有什么菩萨不慈悲，不会有这种情况啊。这就是所谓梵卓一本人，用毒伤害，毒药伤害。这个情况也很普遍了，在古代的那些高僧大德都碰到很多的情况，例如初祖达摩祖师到中国来，就被人用下毒伤害过不晓得多少次，但是毒到他手里，他吃下去都没事，很平安，因为他。是个得道的人，修持正果的人，当然是不会有事。那么就是普通人，只要你努力精进，持念观世音菩萨，除掉严重的定业之外，应当也会没事的啊。这就是第八，加送诸族毒药难。第九，追送第五鬼难，就是恶鬼难，因为前面常闻在第五，现在排在第九，所以叫做追送。或遇恶罗刹、毒龙、诸鬼等，念彼观音力，实系不敢害。华严经的句诵是：或被毒龙、诸鬼众，
一切愿不夺其心，若能至诚称我名，乃至梦中皆不见。恶鬼、罗刹、毒龙，乃至种种的其他的恶鬼等，如果要伤害到这个修行的人，只要你至诚称念观世音菩萨，实系不敢害，对方都不会伤害到这个人啊。那么这个鬼呢，在前面长文讲过了，现在也不必细说啊。那么实际上，我们人道众生都免不了有这个鬼啊。不要以为我们是人啊，那么好像没有鬼，实际上人的本身就有鬼。什么鬼呀？鬼心鬼事，鬼鬼祟祟，鬼头鬼脑啊，这些都是鬼。所以天台家说，十法界里面一法界具备十法界，我们人法界里面也有佛法界，也有菩萨法界，这个不用说，也有鬼法界啊。所以如果你有鬼心鬼事，鬼鬼祟祟啊，那么暗示亏心，那都是鬼心事，都是鬼啊。那么如果有这些心里面的鬼出现了，赶快念观世音菩萨，把这个鬼赶走啊，不要让这个鬼心鬼事、鬼鬼祟祟啊、鬼头鬼脑跑到你的心里面来，都要把它赶出去啊。念观世音菩萨光明正大哦，就是无垢清净光啊，慧日破诸暗在后边啊。这个是第九啊，追诵第五鬼难。第十加诵恶兽难，跟第十一加诵蛇劫难，这两个颂啊都是增加的，前面长文里面没有啊，是补颂，所以叫做加颂啊。经文说，若恶兽围绕，利牙爪可怖，念彼观音力，即走无边方，顽蛇即伏劫，这是第十一啊。气毒烟火燃，念彼观音力，心生自毁去。前面讲恶兽，后边讲毒蛇，都是会伤害众生的这个畜生道的这个凶恶的动物类啊。那么这两颂啊，在华严经里面的句颂说，或在森林险难处，愿则猛兽欲伤残，若能自心称我名，恶心自息无能害。华严经是把两种合并起来为一首颂啊。恶兽是什么呢？在大陆有虎、狼啊，山上的野兽很多台湾虽然没有虎啊，从前在深山里面也有熊啊，狗熊之类现在可能是很少了。我记得我在十多岁的时候，听到这个到深山里面工作的人呢、都说经常会看到这个熊类，很可怕的它都会伤害人碰到的时候啊，都有生命危险，那是恶兽那么这个很多兽，虎豹豺狼之类围绕在你的身边，要伤害你，利牙。这个恶兽的牙齿很利呀，吃肉的兽类呀、牙齿都尖尖的，尖尖的。你看狗牙，狗的牙，虎牙，都是尖的，它吃肉的是尖的。如果这个牙齿是平的，平齿啊，你看这个牛的牙齿平的，厚平，这种牙齿是吃素的。吃菜的啊，所以我们人的牙齿啊，平的牙齿比较多啊。你算算你嘴里的牙齿，这个平的厚的牙齿有多少，是不是比较多？只有门牙两只比较尖一点哦，里面的都是平的厚的，这都吃素的。人本来应当要吃素啊，他吃素菜的，因为我们人类的牙齿本来是吃素的当然他喜欢吃肉的人，他不相信这一套了那么也说你假菜狼公假菜尾啊，没关系啦，我是假菜狼公假菜尾也无所谓啊。牙齿很利，
凿抓子，抓子，这个脚扎，那个扎得很利，因为他这个指甲都没有人替他剪吗？哦，都尖尖的，很可怕的，一抓很严重，口部这些恶术很可怕的。如果你能念观世音菩萨，即走无边方，那些恶术他就会离开你，不会伤害你。这有事实证明，啊，明朝末，啊，大陆有个地方啊，有一个烧木炭的人，烧木炭的修通啊，现在恐怕很难看到烧木炭了哦。我们从前他在台湾也有山上有很多烧木炭的啊，这个烧木炭的人是住在这个福建省啊，名人呐、福建省的人啊，他姓雷，天上打雷的雷啊，姓雷，叫做雷法正，他在山上烧木炭，当然他这个都是找这个山上的木头来烧啊，有一天他捡这个木头的时候啊，买木头买下来要烧炭的，里面夹了一个很好的木头，那个木头名字叫做压榄木，这种压榄木啊，很硬，又香，可以做雕塑用，因此他发现这个压榄木啊，因为他也是学佛的了，不过不很认真呐、因为他工作量很多嘛，那么看到这个压榄木啊，哎，这个不能烧掉，这个太好了，很高贵的木头，他还留起来，留起来做什么呀？我家里要供养一尊观世音菩萨像，还没雕塑，这块木头正好可以雕塑观世音菩萨像，就把这个压榄木带回去，放在家里，靠在这个墙壁上，那么还没有雕塑，就是打算要请人雕塑这个观世音菩萨像来供养，有这个心，可是还没有做啊。那么有一天他在山上啊，正在找木材搬木材的时候，突然之间在森林里面跑出一只大老虎来，张牙舞爪子要来伤害他。这个时候已经是千钧一发，很危险的时候啊，突然之间有一个看到一个很丑陋的女人呐、跑到前面来，往那个老虎啊大声一喝，大声一喝呀，就把这个老虎啊停下来了。老虎停下来就不会伤害这个烧炭的姓雷的人呐、停下来之后，这个妇人望这个老虎啊，再把他呵斥一顿呢、你怎么随便伤害人呢、这个老虎很奇怪啊，望这个妇人，望这个女人呢、五体投地就拜了，拜了之后啊，翻身就走了。那么当然就救到这个烧炭的像姓雷的人的命啊，那么这个救命恩人呢、非同小可了。那么随时这个姓雷的烧炭人呢、就问这个这个救他的这个女人，你是哪一位啊？这么好心突然之间现前救我啊！这个人当面就跟他说：“我是你家亚兰木爷，我就是领导的亚兰木啊。”这个时候他才想到：“哦，亚兰木，我家里我准备要雕塑观世音菩萨的，还没雕塑哦，难怪这个木头外表是不好看呐、丑陋啊，不好看。这个时候现前来救他。”他动念只是想要雕塑观世音菩萨像来供养，还没有做呢，还没有做，菩萨就现前来救他呀，所以急走无边方，这个老虎就走掉了，那么因此他就得救了，他感动得五体投地，流下眼泪。他这个话一说完之后，那个人就不见了。他知道，他家里的亚兰木，他目标就是本来就是要做雕塑观世音菩萨供养吗？他知道这是观世音菩萨救他，所以赶快回去啊，就请这个工匠来把这个亚兰木啊雕成一尊小小的观世音菩萨像，供在自己的家庭的中堂里，从此之后天天早晚早上起来念观世音菩萨，礼拜上香，晚上回来要休息之前必定要上香礼拜，念观世音菩萨，然后才休息，成为他专修的功课。后来呀、成为一个很有修行的居士。
那么这就是所谓，如果你碰到这些恶兽的时候，假如你这按照经文是念比观音力急走无边方，要念观世音菩萨才得救啊，才能够得到免难。可是这个人根本那个时候没有念呢，他只动念想要雕塑一尊观世音菩萨像来供养，那个时候他根本也把这个事情忘掉了可是菩萨不会忘掉，你就可以知道观世音菩萨都慈悲啊，观世音菩萨没有忘掉知道他有心要供养观世音菩萨，只凭他这一念心菩萨就得救他就现前呢使他免难那么从此之后增长他的道业，这就是所谓世界悉檀欢喜一也就是为人悉檀生善一那么由他这一念善念让他增长，如果当时菩萨不现前救他的话，他那个亚兰木雕塑观世音菩萨的机会就不会成就，甚至有生命危险，那么从此他增长他的道业成就就很大了。这就是阿寿现前的时候，假如你能念观世音菩萨也能免难的这是第十一的加诵舍解难，我们休息十分钟再讲。